감사합니다. 再见，怎么说？安妞，安妞，啊，就有点长这个。安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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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没人的感觉。哦，哎，嗓子哑了，呼不出来。我这可是在釜山，你们让我大半夜的晚上在外面溜达，不怕僵尸来咬我吗？这这这，啊？怎么了？哦，这儿有。这咋了？开个玩笑。这是啥？怎么？头发吗？嗯。哎，这看还是蛮美的。我是说我的人，是不是？这一节还是蛮亮的，我觉得就差不多在这个十字路口走走吧。这个星巴克早叫我来买麦芽雪了。哈哈，应该有，他们韩国应该有吧？会吧？韩国就是国内买不到的星巴克的。什么似的？啊，杯子是吗？我这个怎么伸不长呢？这个感觉。哦，还可以。是韩国限定款，所以说我不确定有没有。
正常。昨天我在酒店下面那个餐厅里面，然后也是有好多那个小伙伴都认识我，韩国的年轻小伙子吧，还有女生，我还签名了呢，还拍照了，他们都认识我，哎，很神奇，跟国内差不多。哦，不是胖 Timo， 是膨膨膨胀的膨，膨胀的 Timo。 耶，这里在唱歌吗？这里应该是那种夜宵的，特别可爱啊。哇，这是烤猪肉，你看这是什么。哎，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没有什么吧，这个是什么意思？记住烤猪肉。哦，烤猪，这个猪也真的挺抽象，好可爱，像个鸡肉，像个，你看这是个猪，是不是像那个鸡的样子？谢阿狗，二师兄是你吗？二师兄，他自己画的也好可爱哦，可爱，可爱。哦，这是烤肉店。哎，我们咋没来这里？真是。这是个烤肉店，烤肉，烤肉，好可爱！你是在说我吗？你是在说我可爱，还是这个猪可爱？彭吉莫可爱还是猪？这两个不能比。WWDAVC。叫你们就没那么快了。这里很多夜宵店。哦，不是夜宵店，这是什么？这是喝酒店吗？哦，喝酒。你看，但它有炸鸡啤酒。哎呦，可惜了，我们怎么会没往这边走一点呢？我觉得炸鸡还可以，我们昨天吃那个炸鸡不是很好吃，不是想象的。那是个啥？那些在干嘛？跳舞？喝完酒了的人，酒吧呀、啊！别往那边走了，那边比较黑。再走，然后慢慢的往那边。Hello。啊，哎呀，等一下，可以拍照吗？我从伦敦来，我爸爸是从这。Hello。감사합니다고맙습니다감사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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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니다不是很正常吗？你们为什么质疑？好雨，那边没那么亮。没有，没有。我跟这个猪，我跟那个猪，我才说对了。我觉得我比它可爱多了。看看，你五点钟，一二三。我之前说了很多康桑，康桑，康桑，我都很贵的。好了，回答，好了，回答。还是很可爱。对啊，我明天就回去了，明天就回我国了。这里是个什么店呢？也是喝酒的吗？我来看一下 ，coffee with brunch coffee。好难。咖啡和红酒店。咖啡和红酒店。coffee， 哎，那是便利店对不对？是的。啊，对了，我昨天还在便利店给你们带了很多零食。因为那个零食，因为是肯定国内买不到，然后我给你们带点特色，然后看起来很好吃，很大。回来就是给你们抽奖，好吗？给你们个惊喜。
我们去那个便利店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吃不一样的可以带回去的。你怎么？我去买零食，嘿嘿嘿嘿。我要买一些买不到的，不然的话那没有意义，是不是？250万粉丝的一个，这是他们的这个谢谢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合作。好呀好呀，谢谢谢谢。蓝皮布朗可콜라보하려고했었어啊，原来是我们打算有合作，但是내가아니라내딸이랑啊，就是他的啊女儿一起合作。你的年，因为你的年龄很大，他是九岁。那女儿喜欢我啊？当然当然喜欢你。对啊，大님좋아大님이좋아하냐고그래서너무좋아그노래노래그노래就是那个您的那个一首歌，对，特别喜欢。哦，大尼姆，여기5천만구독자님성티모님翻译起来呀，是他。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蓝音。我是蓝音，이렇게我是蓝音。너되게유명한거알고있어이렇게얘기해줘谢谢사진을보낼까요谢谢여러분들谢谢하나둘셋와감사합니다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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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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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是太有缘分了！怎么？哦，这是那个，就这个活动到今天。哇，哦，对对对对对，昨天那个活动里面的，对，里面的工作人员。我买点买点零食。我们那里是不是没带梳子？这次带梳子没有？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那个那个什么美妆蛋呐、啊？不是说这边的美妆蛋很可爱吗？美妆蛋，明天去化妆店，化妆品店买吧。哎，这个是护手霜吗？护手霜，对，蛮可爱的。我要给你们带一些就是没有的东西回去。我在逛便利店呢。旅行装。呀呀呀呀呀！韩国蘑菇好多，对对对对对。方便面。方便面我觉得就算了吧。啊，我跟你说我超喜欢吃这个，就是他们这些就是加热的这个肠啊，肠好吃，但这个带回去就变质了。我觉得这个超好吃，我昨天的那个活动现场我妹给我买的，这个蛮好吃的。但是你们就算了吧，它这个是素食的那种，带回去可能我就怕那个保质期过了。哎呀，好像没啥东西，是吧？买，我要买，我要来练习一下我的那个口语。翻译器，翻译器，看嘛。这个好可爱，这个买回去我今天晚上可以吃。小橙子。还有什么？你们要买的吗？你们买什么吗？这边是什么？
破皮，花呗。有的吗？梳子吗？化妆水啊，对，买个梳子，买个刮眉刀把我眉毛长长。那可以。哎，你们要不要？这是护手霜对吧？不是不是不是，这是旅行装。哦，旅行装的啥呢？就是，看一下都有什么。洗头发的、护发素、洗澡的，还有洗脸的，还有牙，还有一个是牙膏，一共是这五个。哦哇，那挺好的。那这一套我感觉蛮好的哎，但是什么牌子？它就是那个，不是奇怪，不是奇怪的牌子，不是那个，没有那种牌子，有那个 Kakao 是韩国的一个聊天软件，表什么可爱的那种。哦，你们想要这个吗？要的话我可以买几个，好吧？这个是旅行套装，有哪些？再说一下，有洗发水，洗发水，护发素，护发素，还有沐浴露，沐浴露，洗面奶，洗面奶，还有一个牙膏，牙膏，就你们去旅游啊什么的就带这个。男生不喜欢，女生自己觉得应该喜欢，因为我的还觉得好可爱啊。我就买三个吧，好吧，带着回去吗？这个要旅行装可以带，可以带回去。因为他这好像只有三个，那就拿三个。你们不要总有那个女生喜欢的，不要你们到时候别来抽号。给想要的小伙子，对不对？好了，就这样吧。其他的明天我们再去买。我来。要练一下。我可以。要练一下。三名单。好，开始。准备开始三名单。请问一共多少钱？一个卖你的。叫二麦二麦应该呀。OK， 等一下。Okay. 还没开始算。不抽是不可能的，你们就是那种，这个叫什么？就嘴上说是不要，但是行为上很诚实的那种。怎么这个样子嘞？看我买的这个膜，丢丢丢丢丢丢，嘿，我买了一个虫子晚上吃的水果。36,100원이요36,100원天气10,610元40,610哦，好了，好的，请稍等。네잠시만기다려주세요零钱吗 ？OK。잠시만100원짜리드릴게요看我给你买的好贵，好贵，四万。你背几万就行。그럼만원을주시면돼요있는데감사합니다咦，这是啥呀？这是请进来的一个指示台。哈哈，蛮可爱的。他说请进的意思是吧？哎，怎么进的？哈哈，阿明看，现在他们在请我进去，请进。好的。好笑。哎，感谢。OK。哎呀，现在10:51了，我再播10分钟好不好？马上就11点了，10分钟，然后我就下播了，我就回去了，我去休息了。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其实从那个演唱会到现在，其实我都还没睡好觉呢，都一直在忙，连轴转的感觉，都还没有给自己休息一下，可以吗？你们真好，真懂得体谅我嘞，开心。
这边是啥？明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卖手机的吗？啊，卖手机的。这里是喝酒的哟，啤酒屋，啤酒屋。哪里有猪？画的猪。哪里有？哦，那就是烤猪肉。小伙伴的生日快乐哟！哎呀，这晚上真的蛮凉快的，好大的风啊！哎，啊，咦，Hello！
虹看着蛮好看，对不对？我已经能有点 MV 的那种感觉， MV 即视感。也许是发的疯，应的是你还是我，难更懂。妈，对焦没对到我。直播的话，我会那个好一点，对，就感觉他们在陪着我，挺好的。那我们对下一个红绿灯，他忘了吗？都忘了，都忘了，忘了，我只是都忘记了。我们还要等红绿灯，我可以再陪你们一分钟。可以，再等，马上回去。对，你去吧，去吧。快点啦！玛丽娃，
利娃。